起评分又高，又没什么可扣的，所以他才能拿冠军。对，估计是最多扣到0.2。要看看滕海滨的这套动作，中段的前场转起360，马上接一个马尔卡洛，背对马尔卡洛和腾越。啊，正套回环转体跳转540，去给中段的前场转体180度，去给特瓦切和腾越。正套跳转540。这两个刚才两个都是500次，但是这个两个是不同的做法，一个是扣扭，一个是没有成扭臂握，所以不构成重复。那下法是肢体720旋下，下法落地非常完美，非常讲志气。成套动作完成也是非常好，但是我们一会儿也许从慢镜头能看到它有一个中。